啊，所以我们要是会，真正学了会了，现前庄严地球，将来庄严极乐世界，往生就将庄严极乐世界。现在庄严地球啊，现在庄严地球是花报。 将来往生庄严极乐世界是果报啊！现在没有花报，将来希望是将来有果报啊！那个果报有很大的问题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未必能往生呐！哎，现前你用这些心的时候，庄严地球。 你回向求生极乐世界，你是决定得生，那是花好啊！你将来的果当然好啊！那在现在怎么个修法，不就明白了吗？ 啊，我要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法的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恢复到空寂。啊，心要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，即是不动。 啊，即就是能大师所讲的本无动摇。啊，空是能大师所讲的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。 我要回归到空寂啊！这个事情说起来，做起来，那太难了。弥陀教给我们有方便，这就太难的了。什么方便呢？ 一切皈依一句佛号，啊，心里头啊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好办多了。心里一样没有很难，哎，心里有个阿弥陀佛，这是真正的善巧方便。 用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，把所有妄念都打掉，得用这种方法，啊，用一念呢排除一切的妄念，啊，阿弥陀佛是自信的道，就是当人自信了，妙不可言。 啊，自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自心。啊，用这个方法把空寂心找回来，空寂心找回来，就妙就圆了。 妙缘是起作用啊，缘是圆满了，不仅是娑婆世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啊，它能扩展到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十方诸佛刹土。 一真庄严。
还原观上讲的，三种周遍里面的第二种，畜生无尽啊，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，畜生无尽啊，妙啊，圆满啊，一法不缺啊。